配上我们是加做了一个酱料去腌制，也差不多要三四天，有时候要到七到八天，所以它的有点带有点脆度。这个螺蛳要三四天，有时候要到七到八天，就是它有点带有脆度。这个前面三道真的是形容的味道，感觉好像有点味道，是味的海味，爽口哦，是有些。其实我想做那个炖鸡，炖吃而言，我觉得就是通常会考虑就是饿肚子，因为他们都会有一些就是我点的问题，我每天对我而言吃饱就是幸福，因为吃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在被喂饱的时候，你觉得哎，其实你什么都不缺。你的容易呢，他都有他的这个故事。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你把淡水消化进去的淡水鱼的灵感是来自于就是美人鱼和双粉，这个是小时候一个味道。来，我们吃饭，对，它就是口淡水到里面，然后要小心，因为它跟人说它做得很美，咬下去好像有一点脆口，就啪一声，它里面的东西流出来的时候啊，很好吃。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比较发丰富的，就是鸡皮，然后鸡皮呢是熟的，然后这鸡皮呢用了45层到50层的鸡皮，把它叠上来之后，这个是千层鸡皮，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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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加一点法式。夹着就是用铁粉做成了一个泥，然后配上鱼子酱，然后上面就是腌制的一些红薯饭。对，因为我喜欢吃铁粉，所以我喜欢用铁粉酱煮猪肉、烤猪肉。那我把这个猪